兼职带饭上班第275天，共计花费19米。今天做麻辣香锅，准备自己喜欢吃的菜，香菇切小块，藕片切成片，先把素菜焯水煮一煮，煮熟后捞出备用，再把丸子也煮一煮，再倒油，虾裹上淀粉下锅打，炸至金黄定型后捞出，锅里倒油，下蒜末葱花爆香，直接加两勺干锅酱，炒香炒香，把菜一次倒进去，干拌均匀。我又加了鸡精、白糖和生抽，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撒点小葱花，再来一点白芝麻，炒香准备出锅。今天装进整个饭盒，满满当当，锅里还剩了一大半。这就是自己带饭的快乐姐妹了，一盒饭一个菜，就是打工人快乐的工作餐。嘻嘻，张嘴你先吃，中午放进微波炉加热就可以。工作不易，生活不易，大家也要好好吃饭了。